又到了伟大占星术士的生日了，要来我这坐坐吗？事先声明，你可不能嫌弃我家里东西堆得太满，绝不是我不整理房间啊。听好了，所有摆在外面的东西都是我经常要用到的，想知道内容的话，我倒是可以为你讲解，但你要是想亲自尝试的话，一定要仔细听清我的每一句说明，否则会出问题的，明白吗？那晚上见，我先准备晚餐了。